从事业务工作的我，在教会的服事还有工作上非常的忙碌。疫情期间，我让自己休息了几周。神使用我过去所累积的业绩还有案件量，成为我收入的祝福。神也让我在疫情进入三级时，我就先更换了电脑，买了印表机，让我在家里有了个人的工作室，为疫情做完全的准备。感谢神，他是超前部署的神，也让我可以休息，也经历他稳定收入的祝福供应。谢谢主，一切荣耀归给神。